吴昕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主持人，最近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这一档大火的节目中，吴昕的表现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。吴昕这一次的造型看上去青春逼人，颜值与气质完全不输年轻的女孩，一点也不像是37岁。吴昕选择的一身紫色露腰套装，小吊带加短裤的清凉搭配，显身材又不失小性感，搭配上元气满满的双马尾发型，俏皮又减龄，说是18岁都有人相信。紫色吊带的剪破处理，以及短裤侧面蓝橙两色的链条，都增加了造型的个性魅力。带感的穿搭与舞蹈动作，吴昕气质越发迷人了。吴昕越来越瘦了，肌肉腿变成漫画腿。这次配色混乱的造型，竟然意外被她演绎出了甜酷女团范儿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而且双马尾之上，bling bling的发带更多了份鬼马少女感，与甜酷风服装搭配呼应，潮酷又不失女神魅力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